骗顶钱财的那种犯罪故意啊？你是没有的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乙就是冰毒，他给丙卖，你咋子？他可没有想骗，是吧？你把鱼贩给抓起来，没有诈骗的犯罪故意，犯罪故意一打叉，所以呢，在这个主观这一块一打叉，他最后得出什么无罪的结论啊？在这就无罪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知道了。你买的鱼，我给你说一下，没办法。他不构成诈骗罪，是因为虽然客观打勾，但主观。你给他爪子吗？我要咬。我要咬你的耳朵，我可不可以给你给了啊？你把鱼。我没给你耳朵，我没给你尾巴哎。你爪子吗？你给了那些爪子，我问你。好多零用你都能给干净，果然，好么先生，还有那么多啊，居然。